很多的故事，你去归根究底的看，他最后要这个圆满篇呢、啊，全部要看到的一个总和的值啊，他是看所有的面，对吧？他绝对不是看一个角度。但是什么事，你用一个角度去切入，就有一点愧对自己，没看清楚。好，不管任何事情，那我们既然在修行的路上，在金钱的架构的这种很现实的情况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每个架构都架好，正常化，对不对？正常化的运转，你说3年5年多少年，天地要给一个交代，可能天地自有分数，你别急，你也别紧张。但如果我们像鸵鸟，坐其一不坐其二，一直等待，那就可能是一个长久的等待而没答案。好，所以后面看差在哪里，还是在差在能量场，是不是？对错之间，所以抉择很重要。抉择，你知道在美国的社会啊，有多少有钱人是非常生活荒唐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了钱了嘛，所以别人没钱，有赚了一点也觉得有赚钱的喜悦，对不对？那有些富豪钱多了，那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同样是富豪，有些人啊，你比如说比尔盖茨，对不对？他做了一些他觉得对他人生有意义的事情，别人在看起来也是有意义，对，而且他的处事观呢，的确就是没有那么融入这个红尘，有点超然。但也有人有钱他是在这种拘泥在红尘打滚之中的，大有人在。那么这种东西就跟吸毒一样越来陷越深。但因为他有钱，所以可以 cover 住红尘的相，去暴露他自身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有些有钱人晚上是要喝酒吃安眠药才能睡觉。为什么？的确在他的范畴中，他认为那个是他的排场，那是他的角色，那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最后真的是赢家吗？也不尽然。所以，幻化，金钱也是能量的幻化。所以，当能量的幻化的境界中，取舍里还是心的运作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再多的钱，不快乐还是不快乐，心中有病，那还是有病，会导致什么呢？导致现实的生活面，对吧？心中的投射面灵魂的对应面，都会产生不好的运作。所以今生有钱，哪怕一段时间的有钱，除了感恩，更要惜福。但是多少人因有钱而让自己的境转了，转了什么？转到有钱境。这有钱境呢，你听起来可能很爽，对吧？因为有钱了，转到有钱境，但是呢？心境也转，对吧？原先的简单可爱，到了有钱以后，复杂、可怕、龌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这个时候是一个循环与否太有钱，太有钱，太有钱，最后可能就家产就被败光了或者是下辈子来，可能真的就没上辈子那么有钱了。这一所有的运转，如果把关的人不稳住啊，红尘境很容易就陷入那个漩涡，